天庭小子小乾坤荣获世界最大的独立影展，台湾史上第一座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儿童节目金奖，至今共获颁59座国际奖项，入围5大洲43个国家，超过100个影展。小乾坤是新唐人电视台的原创动画，巧妙融入《弟子规》原文与意涵，孝顺、友爱、负责、诚信，经典智慧灵活应用在生活中，传达品德重于财富学识的核心价值。